啊，那当然啊，每次都一定要填上我的名字。要不要再多蓝盾呢？算了，就多蓝剑了，打凶。永变定义的点数有没有要还？这个会还的吗？那你得问退区啊。欢迎欢迎的。Minion 생성까지那大家现在这么有钱了，不然我们再募资一次。这次说不定会过。他们跑进我们家里了。该不会要打一等吧？我们一等不强哦。走走吧，就赌一波啦。抓那些挂王仔。好，就抓包了。这样点开奖励会看到四个募资，会吗？哎，这边很明显有眼啊，快走啊！啊，卡玛真的好痛哦！一个 RQ 打我150。啊，那样等线上回不回得起来？我拉夫上棋。好，这边放兵役来挡一下地图。挡一下好了啦。练哦，会啊，会练啊。看他们等等，或许会 mix 练一下吧。对啦，追烂。等他。快点过来、欸！哎，我也要啊！你这个猴子啊，你要死！我也没办法，你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说，我跟你想的一样，我都想为扎斯卡嘛。哦，你不早点闪敲这一折？不行，你一开始应该死，不行的。你闪敲一折，他应该也会死。啊？不会。你前面的时候贴一折很近，你那时候闪敲他，他脚闪，你再勾他。哎、欸，还皮哎、欸！知道了。中奖名单呢？中奖名单哦，不知道哎、欸，在哪里？还是这边我们重抽。哎，可惜哎，可恶！要是我攻速再快个5%，没办法，攻速极限了。他是阿瓦，他没魔跳，凶阿瓦。这旁边感觉就欧拉夫哎、欸。在骗啊！在骗，他以为我会上当啊！不过我们上路，帮我控一下线啊！我回去买个吸血的。嗯？为什么对面一直在死啊？
控烂吧，先控烂。你要重抽，大声点，这样。我要重抽嘛，这个看大家意见啊，看大家意见。感觉不太可能。感觉你就是在叫一个慢慢回去看回放，然后列出抽奖名单。然后，交给你了，丁毅。这也不是件很难的事吧？现在 AI 这么发达。来了啦，踢你的！哦，痛哦，一直要起飞喽！嗯，勾到昂位，我建议我们要开始勾一者了，他是真的痛。你闪应该是比他快吧？好，哎，不是，你也等，你也等你有闪，再过去锤他。我可能会没复制，我一般来说都会有复制，网页还留着没啥问题，只要没抹嘞。大哥，哦，好痛，换鞋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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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红蓝不来了，啊，哎，连秘密哥都勾不到，嗯，你连秘密哥都不算呢。多久没玩纳蒂鲁斯？感觉快，他会刷大，然后用大刷你哦。你会上六吗？不会。活吗？没机会。建议你是回家啦，你这个鞋。那第五十本来就不好打一折，只是好打卡玛。哦，卡玛这一版，这个出场率有点太高了，被砍应该也是正常。他干嘛？这边 OK 吧？他把你当塑胶、欸、哦，不是他把我队友当塑胶的、欸、两颗全球流他这样打，不过我感觉你有被看到、欸、不然他们怎么这样打。卡玛没闪了，他是闪绑了。再削个160，哎、欸，这样子胜过。再泼出鞋子，再泼出鞋子。我看一下，好啊。我们白跟这样子。这波我直接两束血把他追烂。哎、欸，心理解42个月。哎、欸，我们这个是户外哦、喔，户外就可以这么多人。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看一下一者应该是有闪，但你当当当应该还是可以追死。你先等卡玛把那个盾用掉，你先勾一下把他盾用掉，然后第二波就上。哦，就杀卡玛，还能直接干嘛？你要杀卡玛也行吧，杀卡玛说不定还不用大招哎、欸，我大快好了。盾没了，
啊，没得到卡嘛。来哦，准备当当当哦，把他追死哦。欧拉布不在。中 AD。啊！外国霸扣啊！这只有300，没想到。奥外500块嘞！你就是这样子，难怪中奖都不会中。等等，还有100个不是吗？等等，100个，3000个人抽100个，3000个人抽100个，你以为你会中？刚刚那些人还可以狙中，不行吧？可以啊，可以啊。哎，可恶！那好像真的。撑你一下，剩快有大了，撑不住啦！没有吧？欧拉夫打那第五次就是真的 hold 不住了，攻攻攻！其实我们刚刚如果上下跑怎么样？应该可以。上下跑说不定能走一个，我走上面，你走下面。哎、欸，欧拉夫没大没闪下去，再加中一个卡玛，漂亮！你刚刚是脚闪？哎、欸，龙妹，哎、欸，啊，龙被吸血鬼吃掉了！跳啦，他跳用掉，跳用掉了，哦。卡网毒又来了，加里欧竟然没死哦！我该被美杀掉吧？哎哎，分一下吧，分一下吧！凶蛤蟆，我没大了啦！一个没闪，都没。这伤放我大，哎，够他一下，他一惨呢。嗯，小兵卡住了。你在做梦是不是啊？小兵那还能卡住你？不是，我是说我勾会卡个小兵，他勾到小兵。会拿出真的，刚会勾到。我觉得出盾弓蛮好打伊泽，不然现在伊泽有点太痛了。这版的伊泽伤害实在太高了，出点吸血根本对线都 hold 不住。哎，队友那边开送嘞，完蛋！哦，上单啥？哎、欸，你不会吧？你不会吧？你不会想要？我当然是不会想要，但我觉得可以鬼抓欧拉夫、欸，哎，怎么样？啊！你干嘛？你怎么出手了？哎、欸，出事了，出事了！你自己想办法。我就在那边看一下状况，你还直接给我出手啊？有吧？你这样就得回家。溜了，溜了，溜了。是他有眼啊，他有眼也追不到我们。是有人直接大变锅，他才可以上来的。不用这个大变锅，其实对面就看着我们。他欧拉乌没大没鬼步都追不上来。我感觉我会死。不会哦，他如果用追出来的，我就可以把他定墙，再打他一套。但我送终结了，不用担心大变是没有 shut down 的。不错了啦，我是大变。其实我盾还没有爆开、欸，
啊。哦，飞过来了。哎，走呀走呀。啊。哇，你勾到他就死了。那还是死，还好，还好，还是倒。李欣刚刚都不怎样，没怎么看到。最近玩饭打一折啊。저걸처치했습니다。因为最近又选不到一折。算还行啦。哇，他们这边打得激烈，王哥也过来，混个东西吗？没有，混个中塔。我就发育我了，日饭就好好的发育。那地方走过去根本就跟不到。其实我刚刚还不如直接把中塔给点了，多赚350。啊，我本来就什么角色都会玩，只要他是 T1 我就会。这个版本应该是感觉一折有点独大哎，然后三娜紧追在后。凯撒瑞克就不强，这个凯撒瑞克胜率真的很低。哎，凯撒最近连比赛胜率都不怎么高了，因为打开始有点打不过一泽。去年法洛斯就 T1 啊，那就一直玩嘛。我看 LPL 最近凯撒好像出场率也变得很低了，因为一泽有点太强了。然后大东有一点点人在玩。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进死透了吗？进哦，进去年还蛮强啊，去年就是艾希跟进嘛，啊，今年就轮到下一批嘛，一年轮一批 AD， 这样大家才不会无聊。在明年说不定就是凯特琳了，哎，不对，去年好像有凯特琳哦。好运姐哦，好运姐应该也差不多要回来了吧？好运姐已经3年了哦。滑板鞋进这种就是你中上也很强，你就可以玩。你中上也他们可以每个人都一打二一打三，那你就可以玩进，就还不错。这个时候玩镜跟艾希都很棒。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玩镜、艾希、希维尔，都没败。哇，得到！李欣怎么看起来不一样？哎，欸，你小心这个位置，欸，哎，咪咪蛋就是在这边出事的。哎，为什么他们冲你？啊？哎呦，为什么这群人冲那第五师啊？这样他们要狙击嘞。对，发病了。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흠마법능세이거미친왜왜반사응이젠보다有大吗这样都还能被反杀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我这边这个猪蛤蟆金鱼你花钱了是不是啊
救命啊！救命啊！他卖了吗？啊！我觉得他还有救哎！我还有盾呢，哎，家里又要冲啊！啊，李欣看戏看很久哎，我还以为李欣要进来一串五。吴克没伤害，对面也没伤害啊，大家都没伤害。再吃一波好了。滑板鞋进羽毛人都是刚出来那年就拿到了，没吧？羽毛人我记得过蛮多年的。这羽毛人刚出的那一年，好像吉恩克斯很强。蓝盾登场！啊，忘记换蓝眼了。伊泽瑞尔，伊泽瑞尔每年这个时候都很强，啊，但是一定会被砍。太脑残了，这个角色。简单粗暴，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去年这个时候伊泽也蛮屌的。嗯，看到吗？你干嘛？我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冲啊，还能干嘛？好，大爷太早开了吧？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早开。狙啦，要狙啦！啊！原本是要狙了，但是怎么有人被干掉了？哎，你把他当当当哦！他是不是会杀你啊？这样？这笔笑弄弄。哇，还好哦，还好你们把他宰了，哭啊！欸，不是，李欣是没能量吗？为什么那么慢？可恶，我没闪。溜了溜了，他应该是没血，我刚看他就一滴血。不是我 R 的时候呢，我 R 跟 Q， 他应该不会，他刚可以盾你拍地板。他动我按引血，随便补，那就死。他应该没能量吧？什么整套保命装？也不会出那么多保命装啦。只是这个装现在很强，便宜又好用。能算坦贩吗？现在寇格姆也这样玩啊。其实我看那个比赛的寇格姆还是出我平常出的那一套，欸，先智慧默认，然后飓风剑，然后蓝盾，然后好战者，然后冰锤，好吃，哎，好吃，哎，假巴龙吧。传说装啊，看状况吧，有时候会出吧，有时候会出那个吸血的传说装啊。啊，什么装 OP 就出啥啦，人不能只会一套啊。有的人到现在还只会 AD 第一套无尽，第二件红双刀，他学会成长。正飞下来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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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追呀！追呀！阿东没死，阿拉东没死，点个中路好了。
적을 파괴했습니다. 적의 업체기를 파괴했습니다. 에이, 시시해, 시시해. 이즈 시시해. 적을 파괴했습니다. 적의 업체기를 파괴했습니다. 오오, 리오로, 리오로. 我缺一点点钱呢、欸，野怪吃一吃应该够了。打野都还在一血三十，哎，我看扣格魔有人在第一剑先出血。李廷会需要蓝霸吗？给我吧。还缺一点呢、欸，缺两百。我需要吗？我当然需要啊！哦，你也不看看我刚刚剩多少魔？赚钱赚钱赚钱 ！Open 了，哎，哭啊！最后一件买不出来了。哇！好了哦，没杀到。算打得不错。嗯，再打下去，只要再一个会战就十杀了呢。创脚了，错过。你要那个？一边排啊，一边排啊。你要看我的扛不扛得住？肯定扛得住啊。换成日文哦，好啊，这个也可以换成日文。Hunter 有长枪可以拿，真的假的？我们在拿 Hunter 哎、欸。Hunter 是刚刚中间那种拿。狙击枪的那个职业是不是？游戏里面还可以换，游戏里面不是要练等，练等才能换吗？哎、欸，打红霸喽，打红霸喽！不着急，卡玛现在是中路。那游戏有点类似魔猎人。有点类似 God Eater 吧。很久很久以前有小玩过一下下，大鬼交到女朋友了。大鬼竟然这么扯、啊！处理一下吧，丁乙。好、啊。用你单身狗的威力，哦，三娜在那边偷 A， 等到两等那仔戏，哎，吹两下直接勾那个三娜，把他干掉，神二开扁。哎、欸，消耗一下哦，快流快流，好痛好痛痛痛痛！哎、欸，勾到他死了，可恶！勾到不一定吧，第一波必虚弱而已吧。那、啊、你家今天怎么收音这么好？来靠塞，哎、欸。我懂了，我懂了。你又懂了。啊！哎呀，我的兵啊！那是一比零。我的啊？哎，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骗人的吧？
심판을내립니다他感觉想偷偷 Q 我。那斯多刚那个游戏九十几 G， 然后竟然是免费的，很少看到九十几 G 的游戏。啊，挂啊挂啊，直接脚闪锤他。好，就这样锤他。啊！我直接被他射死了。好，好像哪里怪怪的。那第五次我看出来，那第五次怪怪。好像哪里怪怪的。五一，还没机会放。哎、欸，这个有打我有点痛。可惜，可惜。哦，怎么可能够不到？不可能、啊。哦，你就闪敲，哦，你就直接闪敲。那个正常一定够的，不可能。来，下一波直接闪敲，我看他怎么走。真的？没错。好，你喊闪，我就闪。你自己看哦，你自己看可以闪敲到一者，你就直接闪敲。你要打一者？看一下状况吧。三大这一波回去应该两个宝石吧？两个宝石就杀不死了。哦，两个宝石，一个鞋子。鲁斯的钩哦，哦，鲁斯的钩是所有钩子里面最强的。大东 buff， 大东 buff， 但是大东不好打一折、啊，大东被一折康克。现在最强的是一折啊，你打不过一折的，通通玩不了、啊，不然你就把一折按掉。把一者按掉的话，大东现在应该是相当不错。凯莎也打不过一者，你们是没有看到那个比赛、欸？那个比赛一者 Q 一下 ，Q 一下，每个人掉三分之一、欸，不管是坦还是后排，后排掉一半。Q 一下后排掉一半，啊 ，Q 一下前排掉三分之一，大刀刷过去，全部都惨了。大东哦，能选我尽量选，我都不知道今天怎么大家都不被一折。我还想编其他角色，我比较想编赛特了最近。赛特这个角色让补位仔也有希望。没闪现，你没闪现了、哦。靠赛了啦，多三大也行。哎、欸，他没有招了，他没有招了。第三，这个版没有鳄鱼了，赛特变成这个补位仔的救赎。你只要补位选赛特，绝对不会出事，打谁都不会输。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的就乖乖乖下去。哎，可以，打他一套。鳄鱼哦，鳄鱼就全面被砍了，我也不知怎么砍的这么狠。好啊，好啊，你直接一波大便操作哭啊！我要死了！啊，拉蒂鲁斯！拉蒂鲁斯，你有头绪吗？我不知道，到底啥鬼？哦，你到底要勾谁？妄想打一折，那你就勾他、啊。哎、欸，你现在绕过来勾他，勾到墙壁啦！你那个地方勾到一折，我们一定被三大杀掉、欸。那我都还没六，上六啊，上六直接大招一折啊，
刚刚一直还有闪呢，他被勾到，直接脚闪进塔下，把我们冲上。恐怖啊！恐怖丁力来了。没事，我去帮其他路看看。哦，我这条路直接崩了。勾到一泽、哦、会输吧？一泽有闪，他一刚刚还没好，但是他已经有闪了。你看一下这个三娜会不会跑线，你就杀他，走杀三娜。海克是闪，这有眼了，我也没闪，我去布个深眼。走下面吧，给卡玛一点压力啊！不勾三娜、哦，刚刚那边勾三娜应该是最好。哎，这个三娜还要出双火，你多久六啊？这波完再一直进站，这波有炮车哎，不会直接六。好、哦，你说刚刚那一波，我再这次进站。来哦，试一下哦。你要一折啊？就杀一折啊！当当当，他没闪。李星来了 ，Go！ 啊！啊！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啊？啊？一折不是还有什么？一折没闪哦。哦，听抠，一直有车闪吗？拜托，听抠，不要再闹了。哎，快快！啊，那个一泽直接说你是垃圾、欸。那确实蛮像。哦，真的好废、啊，哦，这破阵好恐怖。是啊，他有丢闪吗？不是，我忘记了。早就没闪了他。终于啊，杀一泽啊！碎啦碎啦，一泽终于死了，漂亮！啊，你被塔打死哎、欸！没有，被他 A 死，是吗？哦，你这波又啥都没做就挂了。我有假装做事，我直接拿电脑困住了。这回처치했습니다。这波我可以回去买个两速鞋，那下一波就可以追烂了。李星哦，李星刚刚伤害是没打满呢，他打完一套一折还剩蛮多的。哎，不买两速鞋了，直接大吸血装。但我对面其实没有 AP 伤害。塞勒斯稍微肥一下就无敌了。来这一波盯好一泽哦，你看李星又要来帮我们了，他知道一泽再肥下去天下无敌了。你不管他有没有闪，你就是全招丢他。哎，先勾里面的。哇，痛痛痛！跳上来，锤他！锤哦！三大将也没死，两个没闪，两个没闪。哎，我就知道他要死的。皮就是下去。哦，可惜哎，没暴击哎，暴击这个三娜也死了。追得到吧，李信？拍地板。
送他上天呐、啊、，nice。哎，努努没闪，啊，收下来。满状态吗，努努？努努有阿玛一半。我可以把他推开。哎，阿玛招没中哎、欸。哎、欸，对面这个干啥呢？Open， 哎，卡玛喊出了 Open， 卡玛自己招没中，还敢 Open 啊？他可能知道我下路肥不太起来，赶紧来帮忙。他自己 RQ 丢空了就受不了了。蛤蟆中路竟然还是出这种辅助装备，好混哦！哎，等等，再当那个一折哦，一折没闪，他那也没有，那怒下来，怒下来，等怒刷上去了。他看起来没有刷野，哎，他滚过来，他滚过来。哦，他就滚，怎么那么大？这血球怎么大？他叫预示者哎、欸，好像没救了。丁一哲哦，丁一哲哦，看一下状况。哎、欸，卡玛下来了。可以。他死，他死。哇！你要凶啊！冷静。可以吧？哎，定墙，鬼定，漂亮 S！ 哦，我们三打五哎、欸，我、哦、没有三打四，把这边全灭了，泡面头竟然能走下来嘞！这波直接 A 烂，我饭桶，饭神回来了。对，我刚刚又问他说不是 open 吗？看他会被捅出来耍白痴。好、啊，没办法了，只够最后一个翻滚的魔了。我帮眼犹豫需不需要帮？不帮的话，你好像可以自己来吗？应该是追不死他了。他应该会走。你有盾吗？我没有盾啊，不是，他会大刀逃走。哦。好啊！这次真的完了。哭啊！这次真的完了。哦，阿 Z 逃了。1000块，一千块被卡玛拿走，啊、被努努拿走。要是不拿这个塔，我都没有红宝石嘞。你各位觉得一座塔跟我的命哪个比较重要？是啊，我的命应该是比较重要。我可是犯死的。但我感觉，说不定你比较赚。你200块打出1000块的价值，说不定他们1000块只能打出200块的价值。我是绝对，我是绝对有赚的、啊。他们让我肥了，我应该是直接无敌。杀人数，杀人数，我尽量拉起来，吓吓他。
我吓吓他而已、啊，看有没有蓝霸可以吃、啊。放出圣烈之杖有没有搞头？这我不太确定哎、欸，听起来没有搞头、欸。哎、欸，会中被你叠哦！那我想杀他哎、欸。有女汉，他没有。他600块哎、欸，没有，他300。以前范有出三项啊，滚一下射一下，滚一下射一下。欸、他把隐形用掉了、欸。谁叫他们去？走啊走啊，抓人啊！我走后面，哎、欸，跟我来，跟我来。说不定这里有人哦。一路 face check 进去。忍术脸探草之术，完了！哦，我也被看到。哇，他硬杀了！一折脚闪。哇，我死啦！太硬要了，这群人。硬要的不是我，都是跟着队友的，我是受伤的那个。哎，都没猜到吗？哎呦，努努开走喽！咚咚咚！啊，下去，从那楼下去，可怜。我闪进去杀，我不闪一则不死，那怎么办？丁义整场就大过这么一次，这能让他浪费吗？是啊，我你就大两三次，你大两三次都是空大，只有这次是有中。哪有？一则没闪啊，你就盯他。哦，李星倒喽，快跑哦！阿古尼汤也死你啦！哎，流行 AD 出坦了、啊，都是这样出吧？你看那伊泽也会掏出一个冰心，伊泽会掏冰心，寇根我会掏蓝盾，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有个一件的、啊，可能只有西维尔法洛斯这种不会输，纯 poke 的。他们拿到八龙了，怎么会这样？哦，一泽还肥了。嗯，哎、欸，你留着盯一泽，哎，哎，可以了。对呀、啊，可拉不起哦，吃龙。你要当当当嘛，等他过来吧，等他过来。进了进这种 poke 的也不太需要，会出火炮啊。尽可能一个会战就普攻一下而已。哇，努努开大了，很好，卡对面位置。嗯，伊泽瑞尔 ，nice， 当他啊！哎呦，我的老天鹅啊！哦，不是，为什么中恨？哎呀，怎么可能？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可能呢。啊，啊，李星这一追，啊，我要死了。怎么可能？骗人的吧？龙王者开送，超级炮台。嗯，努努，嗯，超级炮台。
那个超级炮台输出很高哎、欸。哦，拜托你看到伊德瑞尔被弹起来，你再按。刚赵爷说是看到，但外掉。伊泽这波有闪了，不好处理，你就一样当他，啊，不然你就当那个卡玛也行，卡玛这波没闪，不然改发卡玛好了。刚刚定义勾的很明显是伊泽原本的位置吧，勾的是一秒钟前的伊泽。1000pin的，丁卡玛啊，丁卡玛啊！别冲动了，别冲动了！出来再打，出来再打！哎，啊，被杀了！好像还行哎、欸，我们的伤害，而且我盾都还在呢、欸。威尔哥直接变一个超烂的 Deus， 他直接变一个完全没用的家伙。走。哎呀，他打成这样，我一个人头都没有，这么扯。那也没办法，都卡玛刚刚剩一滴血，现在没死。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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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追杀喽！陨落王者那十杀仿佛不存在一样。我应该被看到了。哎，又抓到你了，卡玛，下去。他这次变一个比较有用的、欸，雷烂雷烂，呜呼，十个头喽！准备来去假巴龙，再发育一下吗？哦哦，这个女性。贵啊！下一件装，直接吸血买起来好了，加速也弄起来。哎，这一波你盯卡玛，卡玛死了，对面好像其实没什么战斗力。好。你应该可以做到把他当起来，然后锤他的头吧。我还是想要挑战一下一，哎，这波三浪没闪，哎，一泽有闪吗？不知道。我。你还没把我定住。哎，我还没开送哎、欸，完蛋嘞、欸！哇、哦，正面突破，哎，收到了。完了啊！哎，好啊，好啊，又开送了。嗯，要死完大才好。啊！陨落王者开送。哦，这边要去假巴龙了啦。啊，我们要龙魂了，听牌龙，听牌龙换巴龙。来，李星投一个，伊泽乱跳，哎，伊泽没闪嘞，哎呀，伊泽这波没闪了，啊，这个努努，哦，这个努努开始有用了啦，他开始有用了啦。
唱大雪球，看那个伊泽敢不敢跳上来，伊泽再跳你就直接打他哦。啊，伊泽再跳哦，你都继续跳，他敢把你，他把你当大便，他再把你当大便。这三个人头，我看是没办法，好像要GG了。我才刚说努努有用了，他就突然这车子不会停了，膨胀了。这波可以吗？还是好像不行，狙得了吗？我觉得怪怪的，狙不了。不行，这狙不了。这三个人头应该有点机会吧。最后一个我看出羊刀好了，狂暴化吧，我感觉这波可以瞎搞一下。这波我直接瞎搞一下吧，一直 ace、啊、李信开始瞎搞了。出 GA 吗？也不错。哎，李靖开始瞎搞喽！哎，该退了，该退了！再被努努撞到，真的要一波了、啊。帮你把努努推走。来酸，来酸，来酸。李靖是真的瞎了。哎，先走，先走，等李靖活。哎、欸，努努那个雪球爆开是他自己按的吗？为什么撞到那个小兵也会爆？撞小兵可以知道。哎、欸，断对面回家，他家要没了。哦，他想把我们家弄没、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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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吉吉思密达，他偷卡玛的、啊、可以放什么？是自己选吗？你选的。他可以自己随便按一招，然后就会消失，是不是？对、哦、他好像放 R1 吧，还蛮强。又赢了一场哦！今天分炉模式很滚呢。来，先来去尿尿一下。我发现同时开着两个也不太会累格，优化这么好。帮我撑一场就好了，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到底要被炸几下？哭啊，这个人。他就继续啊，他这样炸，他怎么会没魔？他当我们没玩过冒凯。对啊，他炸到的还是打野，打野被炸的根本就没差，他没魔了。你去劈他吧，我也来劈他一下。
这样剩一半的魔，应该有点饼干啦，但应该还是不太够用的。再丢三个，然后打一套，他就没魔了。我要赚很多钱呢，他这样身上应该有一百多块。开喷！啊，明天就要比赛了，喽，下个月也要比赛啦。所有游戏都要比赛了，全都要练一些。明天那个打一打之后，再来要练一下黑色了。黑色世界赛17号。看那家残烛哦，完了完了，有新组合都要练一些啊。那个已经练好了吧，林毅，你那个已经练好了吧？那个已经封印。那你那第五是封印了吗？锤他，锤他 ，AD 啊！他跳不走，他跳不走，你就锤他，闪现锤他。你这么怂哦？就闪换闪。哦，感觉你应该可以至少闪换闪，算了，扣子好了。奖金多少啊？世界赛不知道奖金多少啊？哎，世界赛奖金多少？应该是100万美金吧。S2 世界赛已经来了，3000万哦，你们加减拿吧。救救狼人啊！欸，他能打，欸，闪现盾他哦。哦！啊？为什么你不救他？我以为我腿过长，可恶啊！你早点闪，早点到，啊，再 Q 一下哦！你这个闪到底要省多久？哦，我好像省哦。哦，这是大便呢，每一波都省闪，狼人已经受不了了。狼人被你害惨喽！他感觉快放到。哦，可恶，狼神，你那样子走放道的，他还是会死。你用闪的放道再 Q， 他就不会死。Q 不是同时？哎呦，你提早一点，你还可以普攻一下。只要那个茂凯死掉，狼人就会回忆关系。他来砍树喽！砍烂 ，nice 啊！哦，你竟然还有助攻，浪费了。狼人要生气了。你是道歉他就闷死。你以为道歉有用吗？他怎么马上就冲下来送头？아군을당했습니다哇，你打他怎么那么痛啊？控一下好了。这一场的蓝蓝帮是要开什么十杀吗？我觉得对面已经快被打到头型了。这狼人再杀两个，这边就要投了。你就继续北蓝他，闪现记得按的。他只要跳过来，你一定要按闪。不被他踩到，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普攻四下重置。冒牌没闪。Double kill。哎，狼人又杀了两个。黑人也杀了一个。然后塞勒斯再下来带虎，哎，这边在拿狙狙嘞。那我可以赶快去救那些女人嘞。
退一下，先退一下，李信来了，李信来了。哎，高端还有巨魔，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游戏啊。对面这样，对面都这样乱选，他以为他是我的巨魔，还敢不带 TP。哇，他剩一滴，扁他扁他。李信来了，我要保底输出了。保底输出。哦，这个黑人很凶，他怎么有双虚弱？他这个是还有一个虚弱呢。原本是打算炸炮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子。是为什么他可以有两个虚弱？不是就只有你一个人带虚弱？向上一些。啥？他线上这一节，捡炮棒，他也可以靠赛哦。你怎么不回来？哎，你干嘛？哎哎，很浪哎。是哦，我赚了我的回扣哦。哦，我的炮车。狼人跑很快，但狼人心中一直有个疙瘩在。你有头绪吗，丁一？我怎说？闪现这东西，能扣就扣。你最后还是缴了一个铜闪。要闪换钱。哎，破格魔开吐了。哎，卡鲁塔十一个月单杀嘞。我就说巨魔有料嘛，巨魔上次改版之后，哦，那个咬人，哦，那个肚子，真的是超强。我有进化，我有进化，他把炸弹用掉了。以小动物扣着吧，应该用不到加速。我肯定不会丢。你给我皮他。对，就这样皮他。我可以帮你吃一个，记得把它弹起来哦。在想，我如果都把它变动物，要不要？哎 ，Triple Kill， 稳了，哎，这把稳了。哎，你刚刚那样回头还差点被绑到，干嘛回去把它变动物？你就让我被绑，不是你让我被绑，我可以进化掉。你刚刚要是被绑到，你就被踢回去。那个李欣应该来不及绑，不好说。你要被绑到，我就冒开，那就冲上来。哦吼吼吼，回家喽！问号问号问号，特朗德，还想皮你？哦，让哦，五路都肥，五路都优势的局，好少见啊。哎，直接出一个虐菜鱼叉。上路一三二，哎，你不要只看战绩，看经济。就这样子，经济算起来，它大概也有个跟我差不多吧，应该稍微一点点。因为玩上路特朗德是因为胜利不算，就他出夺魄这个。欸，特朗德出圣烈之杖超稀的。
是国破。国破是比较旧的玩法，因为特朗普补 Q 的话会缺魔。十五分投降，蓝蓝帮就赢。好啊，这把绑烂了，保底输出。狼人现在还是出这个血吧。哇，单杀特朗德。好吧，哇什么伤害啊。哈哈哈，被推走了。我 S2 的时候也看过这个画面。S2 的狼人也会被推走。这个画面超久没看到了，我怎么记得现在的狼人是没有办法推走的、啊？我打到之后应该是没办法。哇！要是你那一次有帮他，哎，屁股开花了。他怎么无敌啦？他怎么死的？天，十二式狼人，他的歌单应该消了吧？嗯，你应该已经被加入他的名单了。没有没有，他的歌单已经消了。这一场遇到你，他选狼人，下一次遇到你就是猫咪打野。这个垃圾。三等不帮闪现渡，加入名单。以后再看到他选露露，直接放歌。太快了。直接猫猫局拿起来。这个恰恰思密达，恰恰思密达，好像还没有要投降的迹象。哎，投了，准时投。先上分好顺利，那当然、啊、今天分组模式、啊、看到我打不赢的局就跳，这种可以轻松吃的局就随便选一只进去打。哇，房子直接大改版。这边的大团长就有一点村长的感觉了，至少会动手。魔物猎人的大团长到最后一集，我都还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好像是锁链，是不是？锁链跟拳头，哎，要把刷用掉了。你直接上面皮他，好，全部直接给他来个大的，这一局我带进化好像也不错了。交给你一定没有问题的吧，苍蓝心。哎，说到我啊，阿哭啊，被烫死嘞！啊，好啊，我是大便，我这波直接化身大便，这边两个都没闪。
啊，我怎么这么敢呢、啊？为什么我刚刚这么勇啊？没事啊，没事啊，这前面射雷西拿头小事吧。刚刚就是差一点点可以打三下，玩饭因为受不了。跟你理性 Q 到是一样的。发育一下，15只打17只，蓝宝往上刷。奈德利感觉要来抓我。送他下去啦。哎呀，咋拉不起哦！哎，追他，追他，你们练。我在晃他。好，你晃他，你晃他，我快补起来了。记得给我盾哎、欸。太早了。好啊，又多一只啊。还没有推了，还没有推了。打黑人。黑人死了，哇、哦！黑人脚闪，哎呦，到处都是 TP， 咔嚓咔嚓，哎，咔嚓咔嚓，哦，下去。为什么就多一个赛特？哎，完蛋嘞！哇！哎，原本还蛮壮的，4-4了啦，哇、哦！哦哦啊，对面的钩子也是怪怪的。赛特刚刚踢下来，为什么不往我们这边走啊？他回来包甲的话，一定可以赢吧？啊，阿兵先变这样哎、欸！他踢下来之前还好好的，不是他原本就脚双 TP 了，他回头帮忙打就没事了。今天会打僵尸吗？今天应该不打僵尸了。等关台前 PSO2 小玩一下。哎，我这波兵舰直接输他20只兵哎、欸，他没有闪。哦，还好，一个人头，3个助攻。啊，等等叫上大凯一起来玩。感觉有奈德利耶，退一下吧，退一下吧。这波被奈德利抓，我们就出事，直接 GG。来看一下，上路回去之后，还是爆锤这个波比啊，奈德利在上，上路先 GG 了。这个人怎么走？怎么走那么快？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蓝宝下来火烤了，你准备直接上去用链子清一下兵，哇，有意思耶，집중하십니다，哪时会在玩 GTFO？GTFO 是哪一款 ？GTFO 是只能三个人吹僵尸那个。哇哦哦哦！差点命没嘞！还好那个射雷西真的超级不准，我打三环。用平板远端唱完的话，根本不用安装，不是吗？蓝宝来了，上去练了。
好啊，这边还有一个奈德利耶。啊、哦，我也挂了，哭啊！原来蓝宝是打野，我想说蓝宝怎么可以又吃中路兵？他、啊、走一走又下来，哎哎啊，蓝宝走。啊！蓝宝倒了，你有头绪吗，卡玛？他从王真塔里面冲，我也不知道怎么玩，直接就开送了。真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了啊！哦，啊，咔嚓死了。装逼哦，哎，其实也没差吧，反正等就可以拿回来了。黑人这个角色蛮容易送头的，一玩就会上头，一定会滑上来点我啊，我就把 A 死。赛特倒了，我为什么不奔赛特啊？补位救星。正常来说应该要把赛特变低哦，他明明是补位救星耶，不过就连他这样玩这样都可以赢一息。这一息是不是在蹲啊？我眼还没好，我也没视野了，你赶快 RQ 洗眼出来哦。黑人这个 Q 是不是改长啦、啊？怎么那么远啊？好、哦，你还敢这么皮哦？你被勾到一定会死。下一版履带破坏者没有途径了，那纳尔也要死了。啊、哦！皮了呀，丁毅皮了呀，硬扛这波吧。OK 吧。我还想上去皮他、欸，哎、欸，你直接上去练他。啊，好了，我无敌了。你无敌了吗？啊、正好今天下雪。哦哦哦，还行吧。哦，我以为你要定墙。没魔了啦，哦，五百五。黑人这个角色果然是会送头。现在是一拿优势就要直接往灯塔下冲，是不是？嗯。一定要啊，不然怎么玩？杀完了，好，打下冲。哎，黑人这个角色其实现在还蛮强哎，黑人在四件套的时候，几乎可以秒杀所有东西，3000滴血以下都会被他秒，只是他前面一定要巨大优势。他就一个冲刺，然后一个夺魄之镰，一个大穿，还有一件是什么忘记了。然后以前的黑人四件套的时候就蛮烂的，以前黑人四件套抓痒痒，哦，现在打人猛猛的。哎 ，A 三下，哎，哎，帮我扛，帮我扛，可以杀他。呜呼！蹦！下面一位波比蜗牛。啊！
为什么会中？为什么会中柔一的税啊？他丢到你，好奇怪哦！那东西掉在地上啊，怎么会打中？一换一，帮赛特争取到很多时间。不能算皮吧、欸？有时候你就会没看到地上的东西了。来，射雷击亡了，输了一个，哦，没出钩哎、欸，这人还敢？他出钩啦！没事没事，还有救还有救，帮扛。好好好，师傅扛。我快有大了，快可以打了。嗯？哇！是可以打哦！哦，阿耀是有盾，是你俩，我可以。这波，这波不信我太扯了吧？哎、欸，没死，赛特省了一招，啊，省了两招，啊，赛特出事了，黑人27D。抱起来，啊咚，啊咚咚！难道这个角色不是五位克星？啊，怪怪的，我说怪怪的，哈哈，啊、怎么会长这样？PS 五，这一次没有抽 PS 五。下一次看有没有其他干爹要加码 PS5。我们的这个抽奖的奖品一直是很欢迎加码的哦。像其实这个月，我妈原本要加码一台那个果汁机，她说放太久了，不然把它拿去抽掉吧。这个留着下个月把它抽掉好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反正也用不到。先看一看你这一场，好像还是虚弱比较强。你的点奶根本就不敢按呢、啊。你刚那个我去，你那个要跟就是闪现啊。没错的啦，我也是突然没想，他就继续。哎，他就继续，哎呦，被秒杀了！哦，你快跑！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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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好啊，换用开送啊。太虚弱了。有粽子吗？好。啊，我这个月多累积一点那个粽子的那个叶子，下个月当大奖。这样好像蓝盾还是得，蓝盾还是得先出、啊。哎，你们就看我这个月能吃多少。我的宵夜就吃三颗，明天早餐再吃三颗。餐再吃个一两颗，喂！啊，我们怎么突然就全灭了？啊！啊啊啊！我也死了！啊，哭啊！好怪啊，好怪！哎，不行啊，不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了。蓝宝应该是打的算正常才对啊，没道理。现在没有守住中路，哎，不能再演了，不能再演了。赛特长这样，我们真的不能再搞了。
刚刚分心了哦，刚刚跟你们说话分心了，现在开始专心。我们就躲在赛特后面，一个一个杀，好好的给盾，说不定赛特有机会抱进去全杀。赛特要发病了，赛特要发病了。哎，赛特他打发病了嘞、欸！我看他换掉了。哦，造哦，造哦！啊？这个蓝宝为什么那么犹豫？到底要不要走？他很怕被那个泡泡弄到、欸、那他就早点闪走、啊、这一场、哦、一直在打架，我每次要怎么冰，下午打一打之后冰线来超他，不过我的经济还是不错的。他那边被卡到，他可以直接脚闪。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会中、欸、他只是看起来胖，他只是骨架大一点。啊，哎、欸，他遇到波比了，哇，脚闪了。啊，再缴一个，没什么用的大招。哎、欸，我中招了，给我个盾哦！扛招，溜溜溜溜溜溜溜。这个罗伊，哦，这个伤害也是在哭哎、欸。把、哦、盾都打出来了，再见了，巴龙。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失去了王博，巴龙是真没什么救了。哦，罗伊要来了，罗伊要准备在这个野区肆虐了。来看一下上路状况，两个斗士追着对面打。被干掉一个，被干掉两个，没事没事，应该还有救。哎，不行哎、欸！呜呼，欧郎，欧郎没招了。啊！哈哈哈，这个又挂啦！再补一个布甲 ，GG please！ 白特队长。他已经打不了了吗？他才一发。哦，他一发，我直接变这样。你盾弓又喷出来。一发喷一千滴血，再盾弓喷出来，好恐怖。他没魔嘞。这该怎么办呢？
不要怂吧，要帮他扛一下。这个人不回家是在背壳，在那被包了。我觉得算是巨大的机会，巨大的机会吗？喂！巨大的没有什么机会，可能啊，被咬死了。这场，真奇怪了。哎，不是，你的键盘很吵。赛特打得不错哦，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会输。我们前期还行啊，到中期大家就不会打了。哎，可惜，哎，可惜。那我看这个组合是还可以的，我之前就有问那些实况工程师说我还需不需要再升级，他们说不用，退局最多就是开这样，而且什么游戏都跑得动了，干嘛还要升级。退局就没有办法跑更高的画质，最多最多画质就是这样了。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啊，我感觉还可以再用一阵子，可以用到退去开那个，开更高的画质。2K 画质，哎呀，2K、4K。僵尸哦，还好吧，僵尸就是没更新了呀，更新之后就还好。他就有一个什么光追系统，那种技术一般游戏也用不太到。出事了，出事了，哦，我的天哪，对面直接一波鬼镜，哎，buff 重置，玩竞技类游戏就显卡之类的应该都是还好了，大部分都没那么吃，竞技类游戏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玩，他们本来优化就会做得不错，除了那个开放世界，开放世界或者大逃杀那种的才会优化不好，我本来也就不能玩开放世界。厕所没声音了，死掉了吧？他应该过两天要去大凯家偷麦了。杀 ！L 杀 T 里里。开局还好，蓝宝那一波没有死翘翘，哎，不然差点就 GG 了。
Tex 优化有很好、啊，之前只知道 Fortnite 优化是真的很好、啊。Fortnite 应该是我玩过大逃杀里面最顺的一个，什么配备都能玩，画面又好看。哎，该出钩了，该出钩了，再一个。흔들리지말아요아이타와라아군이탈렸습니다에부징부징부징꽈이꽈이도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오오오오1比3了这下是有点难打、啊、啊噗哎准备教训他哦好、欸、应该是可以准备教训他了吧、哦、不行欸血量不多了嗯，缘分到了就会 Q 中你进来了、欸、我快有治疗就扁他把这个推走我的天哪、啊！救命啊，菲斯！漂亮，菲斯来了！菲斯直接被打成白痴哎、欸！哇这波闪现全部喷出来打完路要玩啥玩一下 PSO2 就要休息了吧真的还要练个枪明天打比赛路刚刚这一波没出事蛮奇怪的李星最好像是缴了闪跑掉了僵尸哦，僵尸明后天吧。好，我来看一下，现在蓝宝其实发育还是有补起来的，我下路吃兵也差不多吧，等级应该输一等。比赛没人想出饭。比赛要玩什么？跟我多肉认可没什么关系啊。solo 认可是 solo 认可、啊，你比赛也不会看到攀升上路跟愚人中路。哦，他又要跳上来了。等到鱼人再改强一点点，应该就会有了。走吧，凡野。现在勾上去还不一定打得赢呢、欸，我等到我六等了。您的比赛哦、喔，这个比赛本来就是娱乐赛啊，就是、大家打开心那种。主要就是来宣传这个特战英豪，跟阿六那个时候一样。哦，六等尼泽瑞尔，
先退，你先退，他要刷大了。分界一击来。阿贵，你看到什么？저걸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라스리안온디完蛋了나디우스要被打成大便啦집중하세요其他路好像先变成大便哦扛不住了扛不住了快跑溜了溜了哇下一波感觉他硬勾硬打了不然这样子会被对面 poke 的白痴卡玛卡玛本来就很强卡玛只要一直 Q 中就超强只要一直 Q 中然后不要被勾中就超强就是鬼毕竟是这个版的 T1 啊，等找一个机会，伊泽乱跳的时候，再把他挡起来打死。啊，你这边要把麦修好，你赶快重插、哦。基本上90%的问题，拔起来冲插就可以解决。野牛不冲啊啊啊！有那么一点声音呢。啊，我们死了。走。还有 TP 耶、欸。啊？没勾中啊！哇，溜溜溜溜溜，他再过来就杀他。赛特也下来嘞，再见了我的下塔。啊，开装。我的天哪！哇！被赛特直接鬼撞一波哎、欸！哦，我死了，哭啊！我那个推墙还推不出来。对面的赛特开的是真猛啊！哎，有点不好打，慢慢来啊，慢慢来。那我们机会收到一下这个赛特跟李信。出兵哦，上路已经输到不止一息了。不过我们中路倒是小赢一点了。下路刚刚这波被带服之后，有点拉开距离，但也没有拉很开。一定行吧？啊，这一定行吧？哦，还不给我红霸，我这么穷。开战的，慢慢等打团吧。哎、欸，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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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要上去了，可能要放中塔、欸，不行，先
打中间这边有。我的天哪！啊，李信狠狠地啊，把我给踹了。阿Z挂了呀！我家里感觉全部都是对面的野。塔被破坏掉了。想打野就是开局被露那一波之后，也做的不太，虽然他没有爆了，他没有爆，但是他也没有用了。哇，你还贪这个？半哦，就70-80%胜率啊，就还行。打伊泽瑞尔胜率很不错，今天好像赢三场吧，赢三场。这场可能是不太妙，但应该还能赢。哦，痛哦。听一偷到麦了吗？还没吧。他的麦感觉就好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开麦。应该只是单纯的装死。啊！好，你就继续吵。小心你自己把我调成小队。就继续。小心你听到我键盘的声音，然后把我声音关掉，那我就懒得讲话。不可能。啊，你就继续吵。哦，这场还没勾到过。哦，你还有重庆 DC 灯弄。感觉就是 你自己在搞啊、哦！这局你都还没勾到过，还真的都勾不到。不是你好歹你就勾卡嘛！如果你勾不到一者，你就勾卡嘛。我都有事啊，就只是都勾不到。要、啊、不然你就闪现敲啊，你就没波的闪现敲。不是这把区块没了，哭啊！吧。还行吧，飞赛有机会把一泽秒掉。他杀一波一泽，我杀一波李星，逆转。他要被跳上来。他帮你帮我盯李星，杀李星，你就杀李星。啊，李星。一泽交给飞斯处理。对，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打。让打下路。一泽来喽。飞斯这边，好了，七百元。啊，七百块拿下来了。哇，我们家要没啦。赛特场 AD 理论上来说都很难打，因为赛特的招范围太大了，而且赛特太硬了，他在中期的时候一个血手加上自己的护盾，绝对不可能有招可以把他秒杀。
他现在步履破坏者，然后直接硬大一个，会战一定能做事。他这边不拿兵营欸，他不想让我们多赚钱。这边如果他们拿了兵营，其实他们很亏，应该要放给他们拿的。物理破坏者削弱后赛特不好说，可能又变回辅助吧。玩过圣烈饭了吗？圣烈饭还没有，听起来蛮神奇的。啊，今年季初的时候 AD 还蛮强的吧，其实现在 AD 存在感也都还蛮高的啦。你看其实20分钟这个时候赛特虽然很强，但他没有办法结束游戏，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守住。就只要把外面所有东西都放掉，哇，步履破坏者怎么可以跑这么快啊？哎，不行哦，不行哦，那个追不到，你去找机会抓人吧，只能靠你那个钩子了。没救，哦，很难有救，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或许会勾到对面的伊泽瑞。主堡哦，如果必要的时候主堡也是得放，就没办法。哎，不出去，全放全放全放，发育发育。放放放放放，就看什么时候菲斯可以突然拿到对面的。其实对面也不推啊，他们也打蛮保守，想要打龙魂哦。哎，菲斯开了，先打这个吧。好像也打不太过这个，哎，哎，菲斯直接受不了，哎。冲上去就开一个卡玛，那这样可能是要没救了吗？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哦，李佳佳踹我了。鱼人，小鱼人要活了。啊，哦，你勾到嘞，这些没有跑车分。哦，我要死啦，不死！啊，挂了。집중하세요。哎呀，遗憾呐，这一场。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흔들리지마라好像是确实是不太好的组合。평화가함께하시게哎，这几场纳蒂乌斯打伊泽都够不到，但我自己玩伊泽也不太会被纳蒂乌斯勾到，只要是你连卡玛都勾不到的话就很难打。纳蒂乌斯的问题很大啊，纳蒂鲁斯看来可以封印了。哎，真的是大变，啊，真的是大变。
乖乖。哦，好，又封印了一只角色。纳蒂乌斯哦，那个钩子那么大，很难不中哎、欸。哦，那个名就差好重的，怎么可能？你还是再去练钩子100场吧。钩子啊，我不想玩钩子，我感觉现在就是露露卡马牛，露露卡马牛。哎呀，感觉是这样玩的。要是有人会玩钩子，猫哦，猫这版还不错哦、啊。哎、欸，不是，猫是真的很强哎、欸。